Yeah, Yann 的 43B， 今天跟我聊天的这个人呢，叫做 Colin。Colin 的全名叫什么？Colin 林克龙。林克龙啊？对。哇，好棒的一个名字哦。是吗？你今年刚刚毕业，所以刚刚开始工作。对。今年18岁吧？17。真的、啊？没有，25岁。今年25岁，刚刚毕业，然后除了在工作，除了当一个编辑，在杂志当编辑。他也在一个乐团叫做 King Kong Jean 里头当主唱。最近我刚刚去看 Colin 表演，新加坡艺术节主办的，然后让本地的不同的乐团去不同的地点演出，对吗？对。所以 Colin 就在 Timber 演表演。对，那你们 King Kong Jean 一年之内每个月哦，会常常表演吗？可以说是蛮。经常表演的，蛮经常表演的。对对，大概一个月内应该会有两三次吧。每个月都会有两三次。对对，通常我们艺术节的时候。对，这个艺术节是我们第一次参与，所以就蛮荣幸的啦。因为新加坡艺术节的是蛮庞大的一个 event， 所以上个星期就在 Timber 表演了一次，那明天会在 Raffles City。表演两场，也是为艺术节表演。明天在 Raffles City 哪里？Raffles City， 老实说我也不太清楚啊，应该是四楼吧，楼上。哦，在楼上啊。对对。就在广场里头。对对，应该是在广场里头。在天啊。应该不是，如果下雨的话就惨了。所以在广场里头，四楼有地方吗？有，好像是那个一个很新的一个地区吧。Raffles City 是 City Hall MRT 那个地方。对对。反正如果你们1点还是7点有空到 Raffles City， 就一定听得到我们的音乐，就应该知道在哪里了。所以明天如果你想要看一看 King Kong Jean， 听一听他们的歌的话，那就要去 Raffles City。1点到几点？1点到1点半有一场，7点到7点半有另外一场。1点到1点半有一场，7点到7点半有一场。对。那 Colin， 你觉得你这样子做乐团，你想要走的方向是？怎么样的？想要走的方向，我想一个目标是发专辑。我们自从今年的1月就开始录歌，在一个叫 Leonard Susay 的一个 producer， 他在帮我们录专辑。很多著名的本地乐团、英文乐团都是在他那边录的，所以录了几个月，大概一半的专辑已经录好了。所以目标是在明年之前发，所以现在还在赶着录，还在想专辑名称啊，怎么发专辑的管道啊，要不要用网际网络来发，还是怎么样？对，这些东西还在你觉得这你有可能辞掉工作，然后就完全唱歌吗？老实说，应该不可能。你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老实说应该不可能？因为如果梦想的话，当然是很想这样子吧。可是，在本地，如果你唱英文乐团，尤其是唱英文乐团，我想是有一点难度啦。因为好像你看 Electrical， 他们是一个很著名的本地英文乐团。对对。他们也是有 full time job， 他们也是一边做工。一边发专辑这样子，所以是比较实际的一个方法。对对，因为而且我和我的其他bandmates， 我们也是这样想了，还是把它当成一个兴趣来做。如果能赚钱就好，如果不能，我们就继续这样子。对。那你们发专辑的这些需要的东西啊，都是你们自己从口袋里面掏出来的吗？对。因为我们暂时还没有什么唱片公司、什么经理，都是自己来咯。那钱的方面都是从这两三年来累积的，就是 King Kong Jean 去外头表演的那些，对，收回来的那些钱，血汗钱，血汗钱，对，就投进专辑里面。对，发一个专辑需要多少钱？大概9000到10000吧。9000到10000块钱。对，为什么这么便宜？便宜吗？
不便宜吗？比拍电影便宜好多，比做舞台剧便宜太多了。对我们刚毕业的学生来说，不便宜。你读书的时候没好好存钱啦，存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是的，是的，在学习当中。哎，等一下，1016说是在 Raffles City 的中央舞台三楼，很明显，很容易找。谢谢你，1016。哦，真的吗？你看你自己一个表演者，算是什么？你很好，很好。所以你的宣传搞得不好。哎，他主办当局没有告诉我哎。哦，竟然有人懂就好了，对对对。对啊，所以在明天的1:30和7:00，一点和七点，对。King Kong Jian会在 Raffles City。那 King Kong Jian的 Colin 今天要再给我们介绍第二首歌。第二首歌是什么？第二首歌是。叫 If It Wasn't For You， 如果不是你，如果不是你，对，是英文的一个，是英文，对，英文的一首歌叫做《如果不是你》，对，是慢歌吗？是比较慢的歌，对。好的，我们来听听这首《如果不是你》。是不是陈梦琪？陈梦琪，你跟你陈梦琪？哦，是。不懂的人可能是。